Hello， 大家好，讲讲今天明日之后更新啊，推出巨兽挑战赛。一回合的巨兽呢是这个金刚啊，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抓住我们的缆车，你看他的头是真的非常的大。我现在加入这个是野团，我们来挑战一下他到底强不强。我被抛出去了，哇！OK， 所以我现在出现在这个小型的斗技场上面。我先叫出我的血色小鹰。哇塞，啊，这改版好像有调整过我的按键，我的按键突然变得好小，有点不习惯。等一下，有队友被抓了，要先打断他的动作。困住了。他在丢的时候是无敌的。2 hours later。这个捶胸部的时候，它会持续的损血，而且我的伤害是出不来啊。他来，快走！哇，它范围很大。这里可以躲吗？不行，这里过不去。怎么都一直追着我啦？过来！又是这个！冲击波有够强的，逃过一劫，可以。怎么感觉队友不给力啊？他趴了，快！扫他的头。注意蹲下，躲避地震。还好，不然他会直接弹在地上哦。我说那个金刚会倒了，加把劲。对，背后的伤害只有一半而已，一半不到哦。这个冲击波太痛了。它是有点延迟啊，我怎么感觉它有点延迟？哇哈哈，跳过来了！哇塞，哇，满满的血就这样没了，还补弹药，要丢东西，躲在这后面可以打得到吗？我先安装一下我的另外一把雷托，这样可以伤害到我啊！哪有这样子的啦？赶快爬起来！手忙脚乱。我在这里。他那路吼对我的飞机是有伤害的哎。我先把飞机收了，快补血！地震！哎呦！快点爬起来！注意跳跃！哎呀，又是地震波！看我跳射，不行啊，不行！怎么那么快要残血？我要跳在那个杆子上面，再跳啊啊，再跳啊！快！他快倒了！我怎么感觉都是我在射？又是这招啦，损血，开始损血了，快！我又趴了啦，快，他剩最后一滴血了，快点，奔他头啦，拿什么机关枪？啊，碎，过了，我的子弹直接穿过去，有没有？他居然还可以跑走！11分钟，居然是11分钟，而且为什么我的输出那么高？还有1%、2%怎样？难怪怎么觉得都是我在射，先把它记录起来。OK，
我们的金刚挑战赛呢，终于结束了啊、哦！我觉得下次一定要找一个强而有力的队友，一起来挑战这个金刚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呢、啊，别忘了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江江，先这样子喽，拜拜。无论设计的多棒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了分身。我注定平常注意的形象，黑到背上发抖。我天赋怎么个读书，听不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进入了艺术的听出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得很准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被他玩得真，他先不记得我，先不记住，帮你挖三个粉。